沿线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罗东镇的这个警力啊，来配合我们啊做维安的一个工作。公里男生是6.5公里，那我们让这个同学们呢在不同的组别来做竞赛。同时呢，沿线呢也特别。韩国女团 BLACKPINK 坐拥超高人气，其中成员 JISOO 在3月底发布 solo 专辑，主打歌 Flower MV 至今已累积超过1.3亿观看次数，而开花舞更是掀起一波热潮。对此，有网友发现，宜兰罗东高中校长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，站在背后的学生大秀开花舞超抢镜，让不少网友热议，还不忘帮JISOO宣传，好好笑。沿线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罗东镇的这个警力啊，来配合我们做维安的一个工作。同时，我们的师生们呢也组成这个志工队伍，公里男生是6.5公里。那我们让这个同学们呢在不同的组别来做竞赛。同时呢，沿线呢也特别。那我们女生跑步的这个距离呢是